从前有一个勇敢的 intern 同学。我今天是来自建造一日的 intern 的。他身手敏捷，永不放弃。我可不可以喝一口水先？我决定放弃。我觉得会做得很好。他会走入森林寻找他的目标，再捉回实验室将他们解剖。哦，原来画画咋嘛，吓死人了。香港原生植物图鉴特约奇迹女孩闷听之一日植物绘图师。这份工不太适合我做。香港原生植物图鉴可能是世界上最难整的书。